经过了13个把什么了呢？13个把什么？你看光到我头发都长了呢。哎呀，你先去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就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吃过什么好吃的夜市美食。哎，看看 VCR。哎，VCR 没买啊？没有啊。哎，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了哈，没有 VCR 看，没关系。我依然是很惊艳的带你去吃巴沙马拉美食。走，立刻走，走。我们总共介绍了雪隆区13个不同地点的巴沙马拉，吃过很多美食，认识了很多位为生活努力打拼的老板，实在有点舍不得夜市生活哎。哎呀，我们可以私底下逛夜市啊，这些老板会认得我们的啦，搞不好还会给我们打折呢。那这老板很帅啊。你是看人家帅的吗？妹妹，我不是看美了，看他这样帅，工厂拍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吃卖什么的。哦天哪，哦天，大家都吃过啦。可是你有吃过喇喇签吗？喇喇没有啊，你这个喇喇一定是吃过对不对？你误会我很深啊。你是叫什么名？我是阿哈。阿哈，你不是阿长吗？可以了，我是老板。问老板喇喇签到底什么？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就直接问啊， What is 喇喇卷？喇喇卷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小吃啊。老板，这样其实啊，这个喇喇卷和藕卷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吗？类似啦，差不多也是一样啦。喇喇有放豆芽，那粉是什么啊？重点是，我掺了有5种粉。5种粉啊？不是，只是我以为啊，就是只需要一种那个薯粉而已。占大空间的是薯粉，还有那个大吃粉。还有谁啊？上面是蜜姐的，蜜姐，这样子你放5种粉的那个效用到底在哪里？比较 Q，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爽口。好，这样我们没有吃过喇喇煎，对不对？就来一份喇喇煎。来一份喇喇煎，哎，3块钱吧，对不对？3块钱，3块钱罢了哦，好划算哦，不要做他们，我吃喇喇。哎呀，茶，那时候我有我的葱吗？没有。那我是我的喇喇煎啊，为什么会出来像萝卜？这个喇喇煎啊，看着像萝卜糕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有可能远处看是有点像，但是名不其实的喇喇煎。哦，因为其实啊，那个藕煎跟喇喇煎最大的分别啊，就是长相卖相方面的，就是藕煎你可以看到它藕在上面，但喇喇煎也看不到，因为所有都是在里面的。好鲜哦！对啊，好鲜哦！你吃看。吃进嘴巴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鲜甜的味道。我觉得那个就是喇喇的味道啦。对，主要最大的分别就是啊，这个它已经是融合在那个粉里面。一般上如果吃那个藕煎，如果太黏太有薯粉味的话，会觉得有一点的恶心。可是这个啊，有秘方嘛，下去它反而不是让你很专注在那个很黏，又黏到很恐怖的，不会哦，它也让你觉得是有弹性的，而不是觉得恶心的。对啊，就像我们同事每次本来发生麻辣毛。很渴啊，都没有水喝之后啊。